向来爱美的小 S 日前现身好友范玮琪演唱会时，竟然全素颜，还挂着眼镜。原来是有原因的，她在网络晒出一张自拍眼睛特写的照片，素颜的她眼睛充满血丝，模样相当惊人。她同时表示，千万不要手贱。其实是小 S 为了让睫毛快速增长，于是每天勤奋擦睫毛增长液，别人一天擦三次，小 S 一天五十几次，最后睫毛不但没长长，眼白部分更是全是血丝，让她直呼睫毛长不长就算了，我现在快瞎了。许多粉丝看到照片后纷纷表示心疼，不忘提醒她一定要去看医生，并且多休息，早日恢复健康。小 S 看到许多关心的留言后，更是在底下回复网友，揶揄自己的行为是女神失控的一天。